是小笑，今天我来集市上赶集了。你们看，人山人海的。就先买点饺子来吃。老板，给我交钱够啊？给我饺子交钱够？说一块钱一个，然后去拿四个，拿四个，买四个去。边吃饺子边逛街啊，真是一种享受啊！大哥，你又交钱去了？呀啊！你昨天那是上来哈？哦，老板说这肉13块钱一斤呢。你买进去吧。等下我们这个电机，我这个电机860瓦的，对吧？我们是第一个的省钱，第二个的方便。你去山上砍树，你买一把这个电机，对不对？这个相当方便。你去田里面铺土，你不用拉电。啊。8.7的电就可以，你省到电不是省家。那第二呢，又给我们通过。快大吉的。现在我要去买米粉啊，到了，就是这里了，这就是专门卖米粉的地方，好多啊。我买了两袋粉呢，一共是10斤，2.5块一斤，花了25元钱。哥哥，熊哎，怎么买呀？6.3块。老板说这个大头鱼是6块钱一斤。草莓呢？草莓几块？草鱼是7元一斤。我要买3块钱豆腐。1块钱一块，嗯，是的。3块钱是吧？嗯。原来苗代家要人家家冰箱吧。好吃好喝。还是有啥子？好吃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